好，歡迎收聽今晚嘅動漫無雙，我係主持小玲，有馬二啊，贏者，河馬仔，係啦，上個禮拜就講完呢個舊番啦，咁啊，當然大家都知道就係好多舊番都係冇講嘅，咁啊，想我哋有興趣想我哋聽我哋講翻嘅話，就可以喺各大嘅聯絡方法途徑啦，用任何方法聯絡到主持，向主持投訴，你想聽咩嘅，咁我哋會講翻出嚟。第一套要講的呢，其實那套就叫做東京口食種，叫東京嘟種算了。我以為你說口身勞動散一點，不是，有個正式中文，不是正式的，算東京食屍鬼，是不是叫是食屍鬼，是那個是屍鬼譯名來的。但問題是那個口食那個不是中文字，不能讀的嘛。那作者都說我作出來的，你理我啊。那個字就不存在的，是作者作的，所以其實你去深究他日文怎麼讀或者中文怎麼讀都沒有意思，因為除非你要讀日文怎麼讀呢，你就讀他那個副題日文的字。但應該有那個字的嘛，倉頡打出來的。應該是有的，那些是古代那些即是山海經那些怪獸那些有這些字出現過的。如果有那個字應該有那個讀音才是。我記得是有聲的，但應該那個年代的字，我想可能有些是番茄呢，還 有好像有兩個讀音的。偉大的中國文化做出來的字一定有讀音的，我們不懂讀啫，中文的東西你懂什麼啊，看看有沒有讀者可以教回來。有三個音的，或者有問題是哪個音才是正確就沒人知道。不要緊，沒人懂讀給你都。這個日文來的不是中文來的，講完。咁講啦，即係套戲其實就都市奇幻啦，呢種都係都市奇幻嘅作品，算係某一種 SF 嘅類嘅作品囉。最主要都係講就話喺呢個東京裏面就有一啲係會食人嘅種族啦。其實似唔似美漫嗰啲 Blaze 嗰類，有少少又有差別。其實活在都市的屍鬼，咁其實應該咁講嘅，其實呢一類型嘅題材呢，喺美應該話歐美地區呢嘅一啲小都市奇幻小說呢，其實好常見，就係話你喺一個都市裏面又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又有吸血鬼呀、啊、又有食屍鬼呀、啊、又有魔法師呀、啊、又有女巫呀、啊、乜都有，總之你身邊隔離嗰條友嘅話，你應該都係第一樣懷疑佢嘅身份呢，你唔應該懷疑佢係人類先嘅，你應該懷疑佢係其他嘅物種先嘅，即大致上都會係。不過你話日本嘅通常都唔會混和咁多唔同嘅種族去講，佢通常都係會集中話啊，總之喺呢個世界裏面呢就多咗一個唔知咩嘅種族喺裏面，非人嘅種族啦，總之係啦，咁啊融入咗呢個社會，甚至就係統治呢個社會。咁當然而家喺即係星星總統咁啊，但係其實我某程度覺得呢個社會係唔真實㗎喎，即係佢動畫描述到個社會就好似好和諧啊，人類繼續咁樣生活，但係如果真係出現咗一啲是對人類有傷害性的其他物種的時候，那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你見到那個問題在於就是那個社會是當發生了食人事件，人就會覺得說交通意外啫。不是啊，他那些有些是節目呢，是直情是探討這種種族的東西。他只是探討地鐵壞車而已嘛，絕對不是他整個出來的。真的有個博士說這些什麼食屍種呢是有什麼身體特徵，他們吃了人有研究過。我明白啊，我是說他們那個態度是跟討論現在地鐵為什麼會壞車那個態度是一模一樣的。地鐵壞車不會死人，但這些會死人的。地鐵壞車不會死人，他們的態度就好像是沒有死人嘛。所以我不是覺得這個社會是不正常的。即是一個人類是跟其他會對你造成傷害或者甚至死亡的物種一起，他會覺得沒事，我覺得這種是很奇怪的嘛。不是，你等同於就是什麼呢，其實你的 Kata 就是，其實你就算上一季的黑色子彈那類型的，喂，我黑色子彈不同，不是應該說其實你是黑色子彈的保護圈又不是，你是不理應該說你是覺得就是這一班人他們的心態，他們不應該是一個正常人的心態，這個世界不是去到哪裡都安全嘛，就是說是而那些就是所謂就算你黑色子彈的生物都是會入到去他們的保護生物都會入到個保護區裡面的嘛，其實是但是你這裡不是，但是他容易辨認的嘛，其實你即、就是你會他會對著啲啊，知道嗰隻原腸生物唔係一個人形咁樣樣嘅。唔係，你要理解嘢就話，我而家講緊係嗰個心態，就係話，當如果呢個社會係有好簡單嚟講，香港社會而家話俾你聽有個殺人狂喺出面通街殺人嘅。喂，你哋做個態度唔會話，喂今晚去邊度睇戲咁樣㗎嘛，大佬。即係佢哋而家俾我睇到就話啊又見到個主角強人喺度喺個咖啡廳裏面喺度溝女啦，喺度唔係應該話揾女溝啦，兩個都喺度。即係你見到呢個 case 其實係
你代入唔到就係呢個究竟係一個乜嘢情況下嘅社會嘅社會咯，係。因為你好簡單嘅，其實你再攞一套嘅就 Cycle Pass 咁樣嘅，其實啲人個態度係唔同噶嘛，即係佢哋好信任個系統，佢哋信任到個程度，你就知道就係佢哋係一個盲目嘅狀態嚟噶嘛。其實係一個，但係你而家呢度唔同噶嘛，嗰呢度咪就咯，睇新聞有人死咗，哦死咗唔關事，今日佢溝咩女人嚟咁啊？死咗係唔關，即係死咗係唔關你事，但係即係話，喂你好好歹講句話咁近喎、啊。唔係，但係我想知道一般市民對於呢個種族嘅物種究竟個理解程度去到邊度囉。暫時至少喺兩集裏面係冇去好着重去執寫呢樣嘢，因為其實呢樣嘢好重要㗎嘛，即係你伴隨住一樣危害你嘅，咁其實應該人有個戒心，就係話我點知我而家譬如話假設我哋呢個四位主持，我點知你係咪對我造成傷害嘅物種啊，所以咪好似都市閒情嘅節目日出咗上嚟講啊，呢啲乜乜乜種族係咩特徵嘅？佢哋條理同我哋人類唔同嘅，咁樣講咯，咪當係科普知識。但係睇動畫你睇唔出噶嘛？你除咗隻眼係會變成一黑色底之外，你見到佢變成黑色底嗰下，你已經死咗啦。咁所以其實佢係佢嗰個物種你平常嘅時候你係同一般人無異噶嘛？咁你唔會有個戒心呢樣嘢，所以就係我覺得係一般市民會唔會對呢樣物種係？覺得係唔認識，或者係覺得係只係一個少數目嘅物種存在咁樣咯。呢一類其實係好多，就算你唔好話淨係輕小說，或者其實好多小說其實好多時都未必會去好著重，因為佢哋通常係著重話嗰個角色，尤其是日系嘅小說或者嘅輕小說，其實係好側重就係講嗰個角色本身嘅變化多於係佢周邊嘅環境。呢樣嘢當然我明白啦，但係以呢個社會嚟講，我覺得係有種奇怪嘅狀況囉。咁冇嘅，我覺得呢個就咁，當然你話個故事裏面嘅其實一開頭就講金木賢啦係啦，佢就因為就鍾意咗一個叫 Lisa 嘅即係花仔香腸妹嗰個啦，面上向嘅女性啦，好明顯應該係你鍾意佢文學特質啊，唔係面上啦，你搞錯曬啦 ，sorry 囉，我錯。咁然後跟住就喺不幸地咁樣就送佢返屋企嘅途中，咁就不幸就俾李世就當成係食物咁樣啦。但係呢其實係好奇怪㗎、整個故事裏面呢喺前十幾分鐘係吹噓到李世係好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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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係跟住話俾你聽話一次建築意外，一次佢死咗啦。呢個咪奇怪地方，總有意外嘅。所以演架之後，嗰、那個點嗰、那個點發個女出嚟，咦？而家你未死嘅？阿董向係咯，董係咯，即係呢個係奇怪地方。唔係你要明白依樣嘢，佢唔係應該奇怪係點解依樣嘢係奇？我哋要奇怪就係話佢不停係跟住吹噓就話呢啲食屍鬼嘅種族，佢哋個身體能力好強，即係我覺得個強度係去到話，你冇理由俾建築物可以壓得死㗎喎。唔係呢個我會諗咯，其實李世嘅死係咪有人蓄意搞出嚟謀害佢嘅？其實即係我會咁諗，當然故事未做到我知啦。佢喺第一集個位裏面咧，的確我哋會懷疑就係話幫金木去做呢個身體呢、這個內在移植嘅時候。究竟嗰個醫生係咪有嘢？但係喺第二集就係話俾我聽，就係話俾咩咧？冇㗎，因為一個就死咗㗎啦，一個咧就仲有得救，咁啊將佢啲內臟移植咗過去，即係冇心嘅個醫生都唔但係好求其。但其實內臟移植唔係咁兒戲喎，好難㗎、啊，要對好多嘢。咁啊，我有 percentage 我都好少。假假地血型啊，乜嘢嗰啲嘢合唔合適啊？嗰啲嘢都要。咁當然我當不過冇。我又拗唔到啲係超科技，因為嗰陣時係2014年嚟嘅。但其實呢啲嘢2014年咪今年，唔係有機會車一車就知嗰樣可能係唔係非人種族嘅嘢。即係你器官移植驗下個人啲血啊、啲眼、啲身體嗰啲㗎啦，我覺得理論上應該有問題，我唔知啦。我醫生唔係佢純粹可能你當係咩啦？佢嘅一啲器官就係佢嗰啲叫做細菌啲細菌感染咁樣。不如我講啦。唔關事，即係唔係好簡單？你先係當係話咩啦？佢總之佢啲內臟如果進入咗人體嘅話，跟住就會無啦啦，跟住就會侵蝕個人，然後呢個人又變咗係唔係人，唔係食屍鬼，唔知佢係乜鬼嘢嘅一個物種。如果人心就唔係要。調翻轉啦，如果你哋講嗰個前提，用正常現金嘅科學去講啦。你唔好用正常現金科學去講啦，呢個嘢唔正常嚟噶嘛。咁你聽我講埋先，你對嗰個血型啊，依樣嗰樣，其實就唔止血型，我都要對。咁你對完呢就係避免排斥嘅啫，咁其實排斥基本上有兩種情況啦，最簡單。第一種就係話你打死佢器官啦，因為你當佢器官係外來物咁樣，當佢細菌咁打死佢啦。第二種就係個器官打死你。
咁嗰種就嚴重嘅排斥反應啦，咁所以要對血型。咁所以如果就算你就話唔對血型嘅話呢，就真係有可能做好佢講嘅情況，就係話一個食種嘅器官去反侵蝕返而家呢一個被移植嘅體新嘅主人㗎。唔會話完全冇嗰個合理性嘅，你可以話。你唔好講呢個合理性，即係你又唔係食屍鬼，你鬼知咩大佬呢樣嘢真係。但係作為一個醫生嚟講，我絕對失格喎。唔係，你咩？喺一個救人嘅角度嚟講，佢啱，但佢唔知嗰只係食屍鬼嚟噶嘛。但係喺個研究角度講，係絕對冇錯。唔係，你試下現實嚟講啊，乜都唔知。如果做成咗咩事，社會回響嘅時候，個醫生要下台嘅呢啲。你要幻想佢係一個好有責任感嘅醫生，我為咗拯救生命，我不惜我嘅名譽地位。有醫生有責任感嘅，你唔好理啊！呢套係都市奇幻小說嚟噶嘛？咁你講曬啦，好啊，之後就幫你。咁係佢講曬嘅，而家。你總之而家個結果出嚟就係一隻好勁好勁被稱為 S 級嘅食屍鬼，佢係 S 級定 SSS？S 級嚟 ，S 級，佢係 S 級嘅吸血鬼，佢俾建築物壓死咗，好死啊！佢俾建築物壓死咗，然後跟住依個就因為咁樣而阿金木就攞到阿李世嘅同一部分嘅器官，係啦，而佢就變咗半人半食屍鬼，但其實佢，因為佢嗰個特質就係、變咗食屍鬼，佢個特質之後就係、其實佢係食屍鬼化咗嘅，因為佢唔可以，已經唔能夠再食任何人類嘅食物啦。佢只能夠食人肉。但係佢身體強度又冇食屍鬼純種咁強咯、就是。第二集講，即係混種咗之後，唔係集合兩家嘅長處咯，係集合曬兩家嘅弱點。一定有啲優點嘅，可能未講啫。唔係，你通常呢啲主角最後就會話俾你聽，哇，其實原來咁樣混合之後就係超強嘅。咁你相信啊？你嚟嘅咧，呢樣嘢唔係主角。你老實講，你預見到個未來㗎。嗱，你而家主角個樣係好路人嗰啲樣嚟㗎嘛，其實係。你跟住你睇翻第二集 OP 嗰度，你睇下自從佢變咗半級嘅鬼之後，個人又碎咗，頭髮又白咗，皮膚又靚咗，仲有女溝添。好處真係好多㗎係咪？其實佢咪食咗瀨尿牛丸啫。喂，你見到㗎嗱，你見到嗱，之前佢要去溝女，而家有啲女過嚟咪搵佢，不過雖然係打和佢，但係都叫有女搵佢啦，逐步進步緊㗎。你都錯啦，佢嘅眼中只不過係俾啲食物打緊㗎啫，其實係一個好卑微嘅存在嚟嘅。唔係打者愛也嘛，未聽過咩啫。唔係一彈彈咁食喺佢面前係一種食物咁食物行埋車佢一鑊，佢都冇還手之力。你諗下係一件幾悲哀嘅事，即係攞雞髀打你係咪？唔係固然，其實你話呢套嘢其實喺呢兩集裏面最多嘅側寫就係、金木對飢餓感嗰個嘅描寫，同埋個飢餓感固然就係引申到就係話係佢覺得自己係人，但佢食唔到漢堡包。即係佢有一個人嘅堅持，我如果佢覺得就係佢一旦食咗人嘅話，佢就覺得自己個價值觀就成個人嘅就會崩潰啊！佢就會直情係喪失咗成為人嘅資格，可以咁講啦。佢自認為嘅人嘅資格啦，係一個係。所以你見到呢度就係、當然個描寫係做得幾好，而且就係我覺得你話另一個其實佢做得幾好嘅地方就係都花澤有一次又係有第一集就死咗佢角色，我諗佢依個角色係可以集集都可以出現嘅，其實應該係。喂，大佬啊，佢嗰啲背後靈咁嘅角色，大佬集集不破愛花死咗都有氣氛嗰啲啊！你睇下不破愛花，佢死咗之後佢集集有氣氛，仲多氣氛過其他角色㗎。所以你要見到就係我預感阿花澤呢個角色，佢應該集集都有錢收嘅理論上。同埋都係嗰句啦，依、這個而家動畫版係好早期嘅，佢實際上漫畫做到邊個位置又好難去預計。咁當然啦，大家唔劇透啦，我哋跟翻動畫嚟講啫。而你依個位置其實我覺得就係其實做到嗰個效果就係其實因為叫做咩係阿金木現在嘅食屍鬼嘅部分，就會由呢個阿李世背後嚟。即係做鬥係兩股意志嘅鬥爭啊！你當金木係人類幫李世嚟食屍鬼魔鬼天使，唔係係本能，同埋佢作為人嘅意志，兩者喺度鬥爭緊。咁你見到就係當然鬥爭個過程裏面，其實金木首先唔係應該係肚餓嘅，佢應該係口渴。大家見到佢流嘅分泌物咧個數量咧，其實咧佢係應該需要咖啡，而唔係需要人肉嘅。唔係喎，要咖啡會去廁所㗎。
佢都流曬出嚟啦，啲口水啊、鼻涕啊、眼淚水啊咁樣，佢你見到就係喺兩集裏面佢嘅分泌物數量係非常之多。佢呢個係咪吸咗毒之後未解毒毒緊嗰啲啊？唔係固然唔係，我覺得係其實係似嘅喎，嗰種慾望啊嘛，即係嗰種食慾啊嘛。唔係當然佢毒品嗰種感覺，嗰啲個係吊人。佢係想強烈去俾個畫面個衝擊你，就係、是、所以佢阿金木就會流好多嘅口水啊。有啲咩衝擊呢？我想問。你要咁去睇件事嘅。佢啲口水呢係啲本能嘅分泌物，佢啲眼淚水呢係佢人類意志嘅分泌物，所以其實好深奧嘅成件事係。我覺得似奶機滴水咗。唔係你明白人肉好乾身㗎嘛，要濕潤下先食㗎嘛，咪流口水囉，分泌物囉，明唔明白？定話流眼淚。人肉好乾身嘅咩？你又知道？咦，有馬睇嚟要同你去驗一驗喎。當然你話兩集裏面其實有機會其實做呢啲處理其實有時會立落嘅，你知道就係兩集裏面即係條友，你會覺得個主角係咪唔頂唔掉？即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最立落係咩？如果你講口水嗰啲咧，佢流口水嗰啲位咧係不斷重複嘅，喺度 repeat 嘅啫。其實咁，所以其實個效果我覺得有少少唔太喜歡咯。喂，會佢分咗兩節啦，第一節就係其實喺第一集裏面金木第一次感到飢餓感嘅時候。佢就出咗去之後，即係不定尾，跟住有好多人喺度咧，就覺得話：哇！呢條友好食啊，呢條友又好鬼好食啊咁。冇香嘅，最緊要係哇少女啊！佢冇講一定少女啊，啱啱見到個，啱啱見到個佢。佢有講細啫嘛，哇靚妹啊！咁然後跟住就去到一條冷巷裏面，就見到就有人開緊餐啦、有隻食屍鬼係同佢一齊喺度開緊餐啦，跟住就問佢話：哇！跟住其實哇，你見啲食屍仔個態度幾好喎、啊？啊、你肚餓啊？但係嗱，我最多分到少少俾你嘅啫，我都唔係好夠食嘅，因為我都好肚餓。係好搞笑嘅對白嚟啊！即係你當係灰鞋下嘅對白。食屍鬼要幫翻食屍鬼噶嘛？即係同呢個佢叫做就係同種之間嘅互助，但係其實又未係，因為我哋見到就係中途裏面另一位嘅吸血鬼就見到就係話啊，你喺我食屍鬼唔係吸血鬼啊，係食屍鬼話 啊，你喺我地盤開餐。啊，會長啊，唔係學長，眼鏡學長。呢個醫科二年級，喺另一邊雙就董香就嚟咗啦，之後就見到阿金木咁唔頂唔掉咁嘅樣，即係同埋就話，即係佢開頭佢都未知道、就是，都唔係唔頂唔掉係廢齋喎。因為其實金木即係個 case 裏面，其實董香都 feel 到就係佢唔係食屍鬼，但係佢亦都唔係人類，佢唔知呢隻係究竟係乜嘢嚟 ，hybrid 咯。但係跟住對佢嚟講就話啊，喺逼佢食嘢其實都係出於就話同族。同種族之間又話、你我知我都知你肚餓㗎，你見乜鬼詞啊你？跟住就一嚿人肉咁樣塞咗佢個死人口度，咁、就完咗第一集。其實而第二個位嗰度就係當阿金木喺呢個咖啡廳，唔係佢朋友俾佢朋友，即係講緊肌肉咁樣嘢，就係阿英喺打完之後見到話哇。點解唔食啫？我又肚餓咁樣。佢真正被擊敗嘅其實係今次。其實第一次佢係冇被擊敗到嘅。佢最終因為佢最終佢係俾人呃落去食啊嘛。即係雖然可能最終就係、是、如果董香唔理佢，佢最終都要買一分人肉度，係咁好似只狗咁係咁啊咬，係咁喺度咬。即係但係真正喺個故事上，佢第一次被佢嘅本能擊敗，其實係第二集佢想食佢個 friend， 而再加埋就係、是、啊，佢居然話我居然連我自己個 friend 都想食嗰種咁嘅罪疚感。影響到其實兩個表現是不同的，雖然我都明白I am 講話其實有佢有好多個 cut 先就話哇食啊食啊，然後跟住又話食都係唔好，都係唔食得嘅話，咦但係有我又好咯，跟住又係唔得咁樣嗰個掙扎係有少少唔係出呢兩集嚟講出現咗好多次咯。唔係你明唔明啫？如果佢唔做，淨做一集，你話冇描寫嘅，條友話食又食到幾快轉態真係。但係我覺得佢嗰個表現個意義係唔同嘅，其實係。但老實講，佢第二集嗰個整體個作畫質素或者係嗰個表現力其實低好多，即係我好中立咁講。唔係你表現力係咪即係啲番茄汁嘅反射啊？嗰個情況。你話番茄汁嗰個反射，你會話翻佢打下學長臨尾第二集最尾嗰段，你可以話反映翻出嚟嘅。但係你話整體而言嗰個感覺啦，或者你冇咁強烈啊嗰種。佢係用翻理勢，即係佢作為一個角度去催促佢，即係本能催促佢要佢快啲食嘅啫，即係用咗一個手法啫，冇乜分別其實都係。所以其實見到即係你依兩集裏面最主要側寫都係我諗其實未來就算可能過多一至兩集都係集中係側寫就係金木對佢呢個身份嘅轉變。佢去點樣去喺呢個世界裏面去點樣揾到自己嘅生存之道。
呢樣嘢其實會係金木始終都仲未有一隻食屍鬼，或者佢都仲係覺得佢自己係一個人嗰個覺悟，佢點樣去自處？當然啊，另外一個要講嘅就係阿店長啦，阿店長就係一隻其實好幫呢個。唔係佢自己有個組織㗎嘛，叫古董㗎嘛。係啦。係啦。咁古董帶出呢個古董嘅組織就係幫一啲嘅食屍鬼㗎嘛。幫一啲搵唔到食嘅食屍鬼。係。但然後跟住呢佢就再講一次。即係食物銀行。然後跟住佢就話呢，其實李世係一隻好 nice 嘅食屍鬼，即係佢係佔領咗呢個 area 之後呢，其實佢係保護緊呢個 area 嘅食屍鬼㗎喎。即係當然喺我哋角度嚟講，因為本身金木係人類對佢嚟講，對李世嚟講，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嚿食物，即係你唔會憐憫一件食物㗎嘛，你唔會係。所以見到就係話，當然李世已經瓜咗啦，咁我哋只能夠見到、精神未瓜咯，我只係講。佢精神只係會係誘惑金木去做某啲行為嘅啫，其實係。李世算唔算瓜咗又唔知啦，呢、這個就。唔係應該就算瓜咗㗎喇，佢連器官都移植埋俾阿金木嘅話，動畫嚟囉。係呀。咁睇落去個感覺都係，暫時嚟講啦，兩集雖然講咗唔係好多人，但你話以呢個質寫嚟講，其實做得幾好嘅，而且叫做咩呢，我覺得花澤嗰把聲其實落落去其實今次都我覺得幾 OK 嘅，其實係即係佢配呢種咁嘅感覺都。要同以前唔同咯，都係嗰句，都係花澤開始壞掉啦，係再講。唔係，但我有個擔心嘅地方，即係佢之前講咁多人類同食屍鬼中間嗰個矛盾位啊，喺阿金木嗰身上帶到出嚟。但係睇翻第二集尾嘅時候，我有啲擔心佢會走去戰鬥風格咯。佢係戰鬥風格。其實佢一定嘅，我覺得係本身戰鬥慢嚟嘅，我覺得冇聽。係啊，唔係如果走戰鬥慢有個唔好處就係你。太過投入喺戰鬥方面咧，佢好多設定上，咁你唔使擔心啊，係好多設定上可能會即係忽略咗咯，即係人類嗰邊已經唔再重要啦，係重要就係再食屍鬼兩者點樣爭地盤嗰啲戰鬥咁樣。我又覺得唔會唔會有啲乜嘢問題，其實因為始終呢套嘢叫東京食屍鬼，即係我唔通即係佢。即係佢點樣講係，即係佢集中咗喺邊個方面咯？佢而家根本上就係其實你見到就係，如果主角係一個人類，即係保持人類身份嘅話，咁我就會覺得話可能真係講緊人類同食屍鬼共存嘅故事，大家變成一粒鋼鐵剎那咁樣，然後跟住就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咁樣。即係兩種物，跟住話你好我話，我俾隻手你啊咁樣，咁樣嘅互相理解係咪係咪好和諧？你覺得係咪？我唔知啊。但係睇落去就東京食屍鬼就越嚟越多囉，即係嗰食屍鬼好多，甚至乎可能會超越人類嘅數目添。咁當然其實你因為你見到你會預見到係戰鬥原因就係你見到㗎，喺第二集尾裏面有個變態嘅應該係警官嘅物體啦，佢其實喺度就係狩獵緊啲食屍鬼嘅。咁其實你預計咗就係好典型嘅呢啲套路，就係主角作為嗰度嘅一份子，即係話雖然我食人，但係我善良。所以都傻啦，就係心靚嘢矛盾㗎喎。其實唔係啊，董香有講過，不過大家唔係好覺啫。佢話我出世以來，你話呢啲好恐怖，即係第一集嗰陣啊。佢話佢話要驚 CCG 㗎嘛。CCG 就係嗰個組織囉。人類嗰個組織。人類方嗰邊。對呢啲食屍鬼嘅政府部門。但其實你講開呢樣嘢呢，我覺得即係董香嗰個心態又好奇怪。即係如果佢係我聽落去就係佢出生就已經係呢個食屍鬼嘅話，佢唔應該理解人類係點樣諗，即係佢唔應該活喺呢個疑似人類咁嘅方式去生活嘅。咁佢係咪我話有啲奇怪，就你再睇落去再判。唔係呢個要再 present 就係吸血鬼喺究竟喺呢個故事裏面，吸血鬼啊，食屍鬼喺呢個嘅故事裏面，佢究竟佢哋係一個乜嘢嘅存在？即係你話可能話佢哋係只不過係話咩呢，佢哋即係佢哋唔會去統治，就係、你始終就係話人類係佢哋嘅食物嚟㗎嘛。即係你只有兩種形態，就係圈養或者係就係咩呢，由得你哋自由發展，自由繁殖，自由繁殖，自由發展，咁我就可以隨便去搵食物。即係有兩種唔同嘅，但係咁我覺得佢哋而家係傾向後者多啲啲嘅，其實會係唔似係圈養，即係你如果圈養嗰種就好似可能係吸血鬼同盟嗰種搞到咁極端，就係話嘩我要成立一個吸血鬼王國，你哋定期又俾啲血我啦。食屍鬼囉，自己嗰條村子做王國囉，匿埋囉。如果你提起呢樣嘢，我覺得都可以合乎情理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大開殺界嘅時候，統治呢個人類社會嘅時候，你當唔係當你食曬
人類總會食曬啲人類嘅時候，咁佢哋反而都要死㗎嘛。咁呢樣啊，我都覺得畜牧可能畜牧業啊，可能就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先至要好似人類咁樣，即係扮成人類咁生活落去咁樣，先可以反而維持到佢自己食屍鬼嗰、那個。嗰、那個生命。當然你話另外嘅即係故事嚟講，我覺得就其實去到呢度，咁其實最主要睇下之後其實佢究竟點樣去表達，即係點樣金木油成為一個凝英碎超勁嘅存在啊！係啦，你見到哇，扣曬白，哇！你見到哇，白白個樣係同哇真係唔同曬喎，成個樣即係由之前真係去咗韓國，我覺得真係有機會整到你，立即白曬，亦得咗，又眼神又鋭利咗。頭髮又染白咗，身體又強壯咗。啊，邊度強壯咗？我睇唔到喎。你係咪仲用緊舊嗰隻染髮素啊？即係你，我覺得係哇，唔係你見到個轉變，即係我覺得其實甚至我會覺得話，係咪另一個角色啊？而家劇透嚟嘅。其實老實講咧，你唔係啊？你見到佢一定係 pair 嚟，係佢嚟噶嘛？嗰、那個係。咁所以應該未必個個都覺得係 OP 最尾嗰個位係金木嚟嘅。可能覺得嗰個類似處分同真摯咁啫。你唔好話俾我聽，然後跟住金木話俾我聽，金木第三就死咗，跟住最緊佢嘅死官就延續咗俾你三條友，唔好玩啦，老細。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話 OP 嗰度，其實整首 OP 其實，與其話佢係一首歌，不如話佢只係描述翻個故事裏面嘅內容。出現嘅人咯，應該話。出面嘅人同埋阿金木嘅心態咯，其實係。所以暫時嚟講都 OK 嘅，我覺得喺今季裏面嚟講算係其中一套值得，同埋動畫表現上係 OK 囉，純粹又覺得個社會形態好奇怪囉，唔應該咁樣。另外一個角度啦，就其實我覺得呢套嘢你睇個感覺亦都好在乎你過往睇過嘅作品嗰個閱歷，因為其實你話佢講嗰個14年啦，即係而家呢年年份啦，如果你再褪後更加早期啲ACG 界唔同類型嘅有類似嘅作品，即係其實最明顯嘅一樣嘢，沙爺係最老近㗎啦，12年前啦，03年嘅嘢，佢有兩樣嘢好似嘅，第一啦，食人啦，第二就係話你會見到佢哋有嗰啲我唔知叫我而家佢未講啦，嗰啲類似捉手嘅嘢啦，你特別見到佢 OP 嗰度會出現嗰啲位，其實好似沙爺開花嗰幕嗰啲，咁你都會諗起另外一套啦，極黑嘅之前嗰套啦，即係亦都會有啲感覺，係啦，繞船啦，咁所以其實好視乎大家睇過往嘅呢啲閱歷去對呢套嘢另外一啲感覺。睇下佢點樣去深化呢個食屍鬼，我差啲又想講咗吸血鬼食屍鬼嘅呢個嘅結構啦。因為其實你就算講嘅理世，其實係佢已經係我哋已經係喺個故事裏面頭兩集已經知道就係、是、有，就算食屍鬼其實都有分唔同類型，即係你講話定義啦啊。你細嗰種係叫大食㗎嘛，係叫做真係好得，即係我諗真係好大食啦，其實係。咁啊，睇下之後佢點樣去發展啦。咁我哋呢套講到呢度先，咁我哋再去下一套。